现在已经在最后已经进了巷道了，已经在巷道的底部了。现在呢，需要把这个钻头往上提一下，跟警线取得联系，现在正在联系。 他如果回九下，好，他们有节奏的回了五下。初步确认有回声，有几声？最多的有九声。这样能初步断定现在下面的被困工人是一个生还的状况吗？ 应该说有，可以说是有初步有生命迹象。